小小不过，爱阮还你一个公道，应该是你爱还阮一个公道。这感情是过密期，要算感情搁较好，咱是互人威胁，讲等就等，讲秘密就秘密。你早就变作一个罪犯，是我让你骂这条骂老个鸡嘛？你跪在我面头是感觉我拢无够，你竟然搁较对我大声声！妈，你的心中是还是跟你那个男人话啦？你打死你的皇帝，还讲讲啊！这个秘密，你藏这么多年，你真苦啊！完了，你今麦就着急要卖地，今麦敢有买主啊？一个叫利用的，利用这个人的信用跟品行拢真差，以前咬不进拖这个人，今麦该接受，一定是走投无路。为着利益，把家己的某在外口卖吧。老母，卖跟这款人合作。阿元啊，我真正要收你！你这嘛是安怎啊？我即马就去甲董事长讲清楚，你是清白，你绝对无反白公司。我无需要你的手下。你这背骨，你怎会敢这样想？谢老代表这件代志，不要关系到阮大姐的名声，那是我辛苦调查研究，即马互我献功，我是靠内线通风报信，我嘛吞袂落啦。这是我小帕集团的代志，你无资格管。我一定来管。哎，关键是你。